的身边，真的压力超大的，真的配得上小鲜肉这三个字，可以做代言人了。小鲜肉太嫩了，我要离他远一点点，好不好？你们觉得呢，朋友们？感觉热情度不够高嘛？是不是真的配得上小鲜肉三个字？是、yeah! 哇，真的是哎！不行，现在小鲜肉都是90后了，我现在是五花肉的啊，我已经被拍在沙滩上了。没有，跟年龄没有关系哈，是真的鲜，你表达出来的这种气质哇，真的鲜啊！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小白以前是乒乓球运动员，对，而且还是国手，那现在。变成了歌手，而且还进军影视，还是综艺节目的常客。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是怎样走上这样的一条刷新人生路的呢？就是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唱歌，但是因为一直在乒乓球队打球嘛，所以就没有机会。但是我一直就很想做自己，嗯，也就是不想，就是说，虽然外界没有人支持我，只有我妈妈一个人支持我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要为自己而活，所以我就相当于放弃了所有吧，然后从零开始去选择了一个新的道路，就是在我19岁的那年，然后选择了参加选秀，然后正式出道。然后后面的话，就是其实以歌手身份出道了，然后又演戏啊，又演喜剧啊，然后又主持什么各种我都去尝试综艺。其实我觉得，不断的这样去跨界，也是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尝试一些新的东西，想去挑战，也刷新了我的刷新，就像立方一样。对，哇，真的是处处有惊喜，处处在刷新啊！哎，其实想问一下小白，你是我们立方的会员吗？我虽然不是会员，但是我们家里所有的房子全部用的是立方的漆，这是真话，不是假的，不是彩虹拍马屁，我说的是真话。对，哇，我们立方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应该来给你掌声这一声啊？哇，谢谢。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刷？我是这样的，因为我那个如果接下来有机会要成立自己的公司或者是什么，有机会的话就都就随时就刷，随时刷。然后我家那个就是沈阳的那个房子，嗯，就因为我知道立方有好多节目，有什么改造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就很适合我，我家现在就很适合改造一下。现在已经向我们抛出橄榄枝了，对，我相信我们立方的领导已经 get 到你的意思了，没有问题，一句话的事情啊。但是我们好像有一个小道消息哈，你除了在沈阳的家之外，据说在全球你有26个工作室，是谁说的？是不是要一起改造刷新一下？如果有的话，我可以啊，但是现在还没有，现在还没有。不管是不是真的，就是小白的意思，只要有就愿意来刷，是不是？对，而且我知道，不仅的话，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自己不会，打一个电话就 OK。我现在打一个电话，直接就上家里刷来了，真的是这样？你知道电话吗？我觉得小白抢了我的节奏啊！我们现场的来宾这个时候可以记一下，小白也记录一下，好不好？40082151557，再说一遍，加深一下印象。40082151557，哇，厉害！待会儿下了节目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刷新热线了，好吗？那其实既然小白都这么支持我们的立方刷新服务，我们场下的粉丝们要不要也紧跟小白的步伐，也再一次刷新一下呢？好，哇，小白的魅力真的非常的大哎！哎，其实咱们今天场下有我们立方的领导，领导们要不要考虑一下，这么支持我们、力挺我们的小白，还有他的粉丝，我们要不要考虑让小白来为我们的刷新服务做代言人，好不好？好！我相信有了小白的加入，我们的刷新服务一定会更上一个台阶。因为我今天特意穿的这个衣服，因为我看我们的主题是红蓝的嘛，嗯，然后我今天特意选的这个衣服。全在衣服上我已经做到了这个尽力了啊，尽力了啊，感受到你的诚意了哈、啊、接下来就期待着26个工作室的事情了啊。好，那非常感谢，我们也期待有这么一天小白真的可以来成为我们的代言人，好吗？好，我努力努力、啊